你画一天休息5天，这么艺术家脾气不行。你今天非得把上次的幅画完，否则不准走。我今天没空啊。我刚看你明明就很闲啊。今天没灵感嘛。没灵感？我给你灵感。哎哎哎！那个于心蕾。 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啊？如果她是你女朋友，那干嘛去勾引安藤？我要画画，你不要吵了。哦。哎，你哪一只眼睛看到于心蕾勾引安藤了？2只眼睛都看到了。 你有证据吗？于心蕾借机找安藤下南部，为的就是制造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，这就是证据。那是因为……哦，反正你不要乱讲话了。你知道那你就说啊。不关你的事啊。当然关我的事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不要再说了。我偏要说，你那个于心蕾，每次看到安藤就假装很温柔。 他的眼神，好像仰慕一个神的样子。还有，于心蕾来饭店上班之后，我最常看他笑的时候，就是在安藤面前。我叫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就是要说，让你对他死心啊！你想想看，自从安藤峰出现后，于心蕾眼中还有你吗？哪件事不是以安藤峰为优先，把安藤峰摆第一？ 脱衣服干嘛？你不脱衣服怎么洗澡？那我去浴室脱就好了。好啦，那你先冲个澡，衣服给我，不然拿去洗衣服快洗一下。欣欣欣，我看到小梁跟秦朗开房间。
去看一下。我不要，我还有事要忙。不会吧？你肚量真的有那么大？看到自己的男朋友跟别的女人开房间都没有关系哦。晴朗，我男朋友。不是吗？他不是你男朋友吗？就。哎呦，我知道这种状况对你来说很残忍呐、可是啊，女人要自立自强，绝对要勇敢面对你的现实。走了，我们去看看呢。那个晴朗他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啦。他不会，但是那个小杨会啊。走了，我带你去看看，就算是我冤枉他也没有关系的。那我们要怎么进去啊？哦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跟你还在河边游过泳嘞，这么别扭。谁啊 ？Housekeeping。我没有叫 Housekeeping 啊。Sorry， 搞错了。那不是碧珠的声音吗？我就说没用嘛。他们不开门，我们用偷看的。偷看？吹什么吹啊？你干嘛？房间外面，所以一定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有。有没有人自己心里明白啊？我只是喜欢你，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要吻你，也不行吗？你不是喜欢我，你只想得到一个从小一直想得到的东西。你不是想亲我，你只想用一个吻来抢夺爱情。不是，我不是。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，这个爱情本来就应该是我的。晴朗，你可不可以对我公平一点？你的眼里可不可以不要只有于心蕾？
等你真的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。我伪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，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，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，爱在等着你往前走，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。怎么给他那么久啊？他给工作不都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啦，不是说晴朗呐，是说他干嘛不赶快过来跟你道歉？心不在本命多，不去害怕。啊，来了！假设有个以后，你会这么说？已经想跟你说，幸福不再流走。下个路口，你会看见他。转角遇见了谁？是否有爱情的美？爱转角以后的街，能不能有我来陪？其实啊，晴朗没有追出来，也不代表他跟你下。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？我不让爱掉眼泪。就是我，心磊，就是我的美。心磊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？是否不让你流泪？将寂寞孤单作废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？我不让爱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。开始不喜欢转角。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美。来车啊，加点好吃的啊！你买车了？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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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家里面请的。你们请，你们请。哎，你牛肉面啊？麻烦我的面了哈。哎，木干婆，你今天真不一样哎，有搭配过的啊。你看，人家卖牛肉面的就是不一样，品味就是不一样。哎，是不是那个对面卖窗帘间打折啊？你来当衣服穿，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什么笑？认真的。牡丹婆，我刚才讲错了，不是卖窗帘的啦，应该是卖被单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最笑。进去要跟他说什么呢？要怎么解释呢？解释会不会反而像是掩饰啊？但是如果不解释，会不会让他以为我真的做了什么啊？我什么也没做，干嘛解释呢？对，我问心无愧。于心磊，于心磊，
干嘛像贼一样啊？我没做亏心事，干嘛那么怕他、啊？无聊。进饭店房间洗澡哪里有错？偷看别人真是莫名其妙。奇怪，一个金光闪闪的公主，好好的城堡不住，干嘛跑来住我家、啊？完全打乱我的生活嘛！如果我有错的话，认识他才是我最大的错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干嘛偷听我讲话？我干嘛偷听你讲话？我在院子里面喝咖啡，是你自己跑来这里讲给我听的。那你听我讲那么久，你不会回避一下？偷听别人的秘密很不道德哎。你在背后批评别人才不道德吧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实话。其实那个小杨他……你不必跟我解释，我们又不是男女朋友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你就千万绝对肯定10%不要生气啊！我干嘛生你的气啊？我是千万绝对肯定100%的想通了。想通什么？我问你。你当初干嘛骗你阿妈说我们是男女朋友？因为你觉得我无家可归，所以说谎好让我继续住下来，对吗？好像对。好，那既然我们破坏你阿妈定下的规矩，我下个月领到薪水就要被赶出去住了，那我们干嘛还要继续骗你阿妈说我们是男女朋友呢？因为你没长脑子，还是你脑子长霉啊？哎，你在骂人呢？干嘛骂人啊？好，脑子长霉那句我收回。没长脑子也要。重点是，我说的话你到底了不了解啊？太复杂了，我不想了解。我是说，我搬家，我离开，我们就不再是男女朋友了。那我们何必要再说谎呢？不可以啊，不能让阿妈知道哎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妈最注重的是不能说谎啊。说了一个谎，你就必须说另外一个谎来圆第一个谎，这道理没人告诉过你吗？好啊，你现在是要打算拆穿我喽？那我也不客气喽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小吃街当了所有人的面前撒谎，其中有人把你当女生，把你仰慕你的林善群跟九把刀，甚至你的好朋友碧珠，都发现你在说谎的话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？那。我就说我是被你骗的，大小姐啊，从上海跑来台湾住在我家的人是你，谁会相信我这么大的本事可以把你这个公主骗过来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太瞎了吧？那你就不准跟他们说。说了一个谎，就必须说另外一个谎来圆第一个谎，这个道理没听过吗？嗯？第一回合胜。偶尔尖是用嘴巴尖的吗？这么伶牙俐齿，弃械投降吧，公主。干嘛？草书人的搬救兵啊？对，一个能置你于死地的救兵。你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把这张照片传给每一个人。哪来啦？这张照片威胁我两次，你还这么创意啊？一张照片就能威胁你两次，你还真不可思议耶。你真的很奇怪，要说实话的也是你，不说实话也是你，到底想怎样啊？人格分裂、啊？很简单，反正你阿妈不喜欢我，你就跟大家说我们分手了。真的这么想跟我分手吗？想不想的问题啊，是我们根本没有真正交往过，所以连想都不必想。是啊，想都不必想。
说，一直想跟你说，幸福不再溜走，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。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你就是谁啊。我干嘛开门？为什么开门啦？欢迎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但是这么没有设计感的鞋子我不想要。鞋子耐穿就好了，要什么设计感啊。晚安。我们分手的事可以等到我搬出去再告诉大家。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你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美。笨蛋，送鞋子代表送人走，分手的意思你不知道吗？真的这么想要我走是吗？看你可怜没鞋子穿，好心送你还被你嫌弃，没设计感，你要有设计。喂，小王，车子先发动。人不见了。I need 2 days off. Hey.
要去哪里啊？没有，帮这个九把刀的新书到那个南部去做宣传。新磊也要去啊？没有。我也是去南部，不过是去工作。你们两个一起去啊？没有。你们吵架了？没有。最好是这么有默契了。喂，鞋跟断了，你还要继续穿啊？还是你要试试看一双有设计感的鞋啊？什么？喏，多有设计感的鞋啊，对不对？很有设计感吧？啊？你自己画的？哎，全世界只有一双，未来知名绘画大师限量定做的，怎么样？这么有设计感的鞋子，你应该不敢穿吧？而且那些有品味的衣服，应该不知道怎么搭配这双鞋吧？啊？啊！应该送给阿妈，这种鞋子应该要配阿妈那些花背带美少女的衣服才是绝配。你这个激将法用得很烂。对，我就是打赌你一定不敢穿。你错了。有品味的人怎么穿就是有品味。这么丑的鞋你要穿了？废话。干嘛给我钱啊？你真的要送我鞋子是吗？送鞋哪里不对啊？没事。这么好看的鞋子就是要自己花钱买，没长脑子的笨蛋。哎，付钱的付钱，干嘛骂人呢？你就是笨蛋。哎，骂得很顺啊。喂。奇怪的鞋哦，我新买的，全球限量发行，名师设计，只有一双，怪人画的。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, how you doing? Bye bye.
这样也很欣赏他、啊。你开得很慢呢，开快一点的、啊、超车啊！你干嘛？不是说他们带路吗？我不喜欢有车挡到我的前面，尤其是日本车。哼，是日本车还是日本人呐、啊？喂，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个人的尊严呢，我们的面子就在你脚底下。油门用力给他踩下去，踩，超车！Your friend is very kawaii. 那我们要去哪？啊，屏东。哎，快点啊！哦，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是给他开到屏东去了。我们刚从垦丁湖潜完才过来的啊、哦！你们没去太可惜了，安德先生啊！哇，那个沙滩里面整个都是比基尼辣妹，呼呼！最好是有辣妹啦！哦，我们晚下一个交流道，又绕回来还开错，差点开到台北去，槟榔西在看比较多了。我是不用再提，先去 check in 吧。哎，等一下。房间怎么分配啊？哦，什么嘛？说什么每一双要分几间？哎，秦浩，耍什么自闭啊？没事。我问你啊。今天新雷跟碧珠怎么整天都怪怪的，好像不太想理我们、啊。哎，对啊，是不是你得罪他们了、啊？哪有啊，是他们做错事情不敢面对我。什么事啊？他们误会我跟小杨乱来。那你还一副没事的样子啊？气死人呢！你看那个情郎啊，今天还装作一副没有事情的样子哦。新蕾，你说他昨天有没有跟你解释他跟小杨的事情？他想解释啊，可是我不想听。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劈腿这么高难度的动作，我会吗？啊？对嘛？拜托，我还看他没鞋子换，很可怜，我还买鞋送他。好体贴哦。什么？他敢送你鞋哦？对啊，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装傻。嗯，那他是想要分手的意思吗？不知道，不想听，无法理解。那你还收？我拿钱跟他买了不算。哦。哎呀，他拿钱给我是因为他害羞。女孩子嘛，送鞋子他等于送戒指。送鞋子，算你心机重哎。嗯，好像在宣示他于心蕾未来的路就由你秦朗决定了。说，你是不是很怕跟他分手啊？所以你不想跟他分手？分手？让我们来欢迎网络文学经典制造机九把刀。
哇，这是在空气中啊，我仿佛可以感觉到苏米的热情，就在一口一口的吞噬着我。哇，作家就作家，够烂。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? Ice cream. Okay, I'll buy for you. 阿姨，我要 ice cream。我不想吃。我要吃，快去买。你女朋友对不起你、啊，还跟别的男人走那么近，工作嘛。而且你跟安藤还缠着他，有什么办法？好，那我们就让他知难而退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心蕾，你帮我看看，我们明天海报要贴在哪里呀？啊，阿塔，第一次来南部，要不要到处去看看呢？这个的话，我觉得那边好像不错。哦。自己去的好不好啊？你知不知道安藤是钢琴家？要是你害他手受伤怎么办？哦，弹钢琴的手是手，我画画的手都不是手啊！跌倒的又不是你，一个大男人被水冲了手就会受伤啊！他手是玻璃做的。Sorry， 我没事，我的手不是玻璃做的，尽量只是在干玩。听到没有？Sorry， 害你的脚受伤了。没关系，我一点都不在乎这双鞋。鞋子不满意就还呢？我花钱买的，干嘛要还呢？你不知道七天之内不满意的话可以退货的。我买东西从来就不后悔。如果鞋子不合脚的话，不必勉强。不适合就丢掉，大家更不勉强。啊？你的意思是这双鞋子有可能会被你丢掉咯？不一定，还在鉴赏观察期。喂，鞋子没有尊严吗？你就好好的一双鞋，干嘛战战兢兢等你决定呢？不喜欢就脱掉啊！脱就脱。什么？还不快去追！追啊！哦。吴信磊，吴信磊，拿去啊！不穿。叫你拿去啊！不穿就是不穿了。喂。
有没有听过一个卖球鞋女孩的故事啊？也对，你是公主，应该跟她不熟吧？好，我来说一个她的故事给你听听啊。从前从前呢，一个卖球鞋的女孩子。是卖火柴的女孩吧 ？No no no， 你听的是错误的。我说哪了？啊，从前从前呢，有一个卖球鞋的女孩，她很可怜，每天呢一定要卖完球鞋呢才能够回家。在端午节那一天呢？是圣诞节吧？哎呀，你不要打岔了。在端午节那一天呢，没有人跟她买球鞋，她只好呢自己拿出球鞋一双一双的穿着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，出现了一个好心人，叫做秦朗。他跟他买了一双鞋。他说啊，有个脚丫子快被烤焦的公主，正需要这双鞋呢去救命。好心人又说呢，如果那个公主呢愿意原谅他的话呢，他就会穿上这双鞋，试穿他7天，证明呢他买东西呢绝对不会后悔。当我微笑的来，来呼吸彼此。气息，来来，捡起我所有悲喜，爱爱，改变宇宙的逻辑，在瞳孔里映着我爱你。出钱的又不是你们，你们当然开心啊。爱河 ，The river named after love. How beautiful that is. 为什么叫爱河？这里呢，就是男女朋友谈情说爱的地方。有人在下游呢经营了一间叫爱河游船所。但是这里呢有人定情，也有人在这里殉情。再有一次啊，一个台风过后，这个爱河游船所后面3个字呢被台风给吹走了，剩下爱河2个字呢在招牌上面。刚好这个时候呢又有人殉情了，这个北部来的记者呢就以为这条河叫做爱河，就以爱河殉情为标题报道，所以呢这条河呢就有这个浪漫的名字了。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啊？我在高雄长大的啊。So beautiful, romantic, and misery. 所以啊，永浴爱河，有可能是幸福，也有可能是不幸。幸福或不幸福，只有自己心里面感受最清楚。是的，在你心里面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你往前走。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，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，我爱你的心牵挂着，心不再拼命躲，不去害怕结果，假设有个意你会这么说，一直想跟你说，幸福不再溜走，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，爱钻戒
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。